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我挺怕喜欢上一个人的。两个人如果一直能这样就好了，不用互相怀疑什么，只有简单的互相喜欢就行。我沉浸在那种我自以为再也无法得到的感情中。我喜欢你，因为喜欢你，所以对不起。喜欢一个人就是你会喜欢这个世界。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你。你会喜欢你的生活。我远远抓着你不放，但我更没有勇气放弃你。你可以慢慢的来到我身边，被需要还挺幸福的。最重要的是你会喜欢你自己。